选手宋时宽，宋时宽呢是在剑术比赛当中是拿到了第三名，9.623的得分，在第十二届的比赛他也参加了，这上一届的比赛他也参加了，拿到第十二名。下枪，打枪，好的，好，跳起这个分腿啊，活动得很漂亮。外边连接马步，哦，这个外边连是720度接马步啊，很稳。腾空飞腿，侧空翻，上步旋风脚跌劈叉啊，很稳，动作很舒展。好，外摆连接马步很轻，落地也很轻。好，这是苦瓜枪，速度很快啊。好，拉枪，对，几个这个扫枪的动作啊。好，云枪，好，行步带枪走。好，扎枪，跳起扎枪，哇，分腿那个扎枪啊，腾空分腿扎枪。好，弓步扎枪，拦拿扎。封枪，定步封枪，穿枪，好，这是弓步，这个定式，哇，好的，这是瀑布，这是定步封枪，这是调把，收势，他的步伐呢，每个步伐都是和像调把是相结合的一块来。对，上下要协调一致。从他的整个演练的这个表现啊，你觉得他比前面这几个跟那个马来西亚的王文松相比，感觉王文松好像身体更轻一些啊。来，来看看9.513，9.513。